王俊凯挑战，计时开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回到那个三个墩上，你可以从那关开始。现在时间过去十秒，你只能慢慢啊，慢慢慢慢啊，慢慢慢慢。他没有着地，他没有着地。他没有着，哎呀，着地了。你只能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注意安全哦。漂亮漂亮，平衡力非常的厉害。好，固定住了，小心小心，稳住，哎呀，稳住，哎呀，又失败了。现在时间是38秒，加油加油。OK OK， 好，来稳住。漂亮，慢慢来，不着急，要不我给你摆近一点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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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熟练了以后就很快了啊。王俊凯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挑战，最后他冲关的成绩是1分19秒6。